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现在是晚上9:58，哼，还准备来吃泡面的。饿了，我也饿了，我要吃鸡爪。他吃你也吃。有小爱，你有泡面啊？我有这个哟。啊？泡面我也给你吃了。啥意思？那好东西要分享。好的。深夜放毒喽，放毒喽。哇哦，五鸡爪哟，这谁的爪子都来了。刘雪他特别怕辣，但是吃这个鸡爪他不怕辣，因为它这是微酸微甜的，很好吃。这家伙一口一个，你别给我吃完了，我才吃一个，你就吃两个。赶紧给你吃一个，你孩子一会儿给他炫完了。刘雪吃了半天，用叉子吃，我搞了半天才发现我连筷子都没有，还是用手抓的。我好像没有吃你的泡面，你光在吃我鸡爪。算了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少吃一个我鸡爪就行了，都给我吃完了。太想吃了，泡面不吃完，把我的鸡爪给我吃完了。